小梦帮倒忙 ，Z 大事不好！现在我来到了400年前江户时代的关宿，完蛋了！那正好呢，今天在这里要举行这个大的游行，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我们小梦请。我这里是1600年，那今天呢是我住的这个关宿一年中最大的节日，下面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吧，出发！来了来了，那这个首领游行大队就来了，头的呢是和服，和服游行队伍，大家都穿着非常漂亮的和服，跟大家比，我这个发饰好像就有点老气，是吗？漂亮啊！前面这个是新郎，新郎和新娘。还有戴眼镜，你看人家头发上还戴一朵花，期待的挺那个。哎呦，一比我这个头发，这怎么回事？跳这个舞呢，就可以交集。这节日呢，就是随街发一些好吃的。后面来，先把它挑起来，一会儿再慢慢吃。我还有在啊，听你的是吧？快点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快去吧呀！送奶呀！
学过的江户时代的小姑娘，中文说得特别好。我们一边走一边吃一个。哎，江户时代馒头呢是甜味的。漂亮的女的，看花魁的鞋子就这么高，把头发。보통자이래가고생못하역고정됐네花魁打大伞。ちょっと。ちょっと手変えるので。はい。ちょっと。看那个小姑娘多么漂亮，大眼睛，多么可爱的。因为这个坡一会儿有坡度，所以就大家都帮助来一起拉那个最后的压轴山车，我们得使劲儿。我可以看着这个行列吃，来吧。哎呀，小妹妹，哎，李嫂，真是的。那这里呢，就是从江户时代开始就人气很高的三重县，请大家继续看我们三重县的新节目。那我哥跟着他们走了，拜拜。
城市之外，我爱乡村。